bug 而已，可是 DBD 的音效其实听得还蛮准确的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小小声的啦，小小声的。最喜欢塞这个点的，塞在这个二楼，开场就直接把那个门给破了，方便啊，很方便。哎、欸，哎，凤姐，它有个彩蛋的感觉。蹦！蹦姐，放鞭炮喽！哦，在那。我想说，我这里我刚好看到一个人。哎，正中红心，可是我看不到。哇，他没扭。哇！感谢。彩带吃好吃满啦。哦，一台了，哇！咬棍克制鸣喘哦，没错没错，已经改了。现在咬棍就是属优先等级了啦。哇，没丢好，浪费一瓶。哦，有人在慢慢走哦。奇怪，怎么有点怪怪的？是有点余味。哎、欸，这个说实话有点吵哎、欸。哇哇，好吵，没丢到。哇，刚刚真的有点丑，没两瓶都没丢到。一直炸哎、欸！来个彩带！呼！哎，这个插件好玩哎、欸，好玩，可是也就好玩而已啦。哎、欸，在蹲，有人在蹲。很热闹哎，真的开派对的概念。OK， 救人了，救蛮快的，很逼眼的杀剑。有一点，有一点。可是为什么它会有一个蹦的音效啊？放鞭炮哎、欸！哦，在这。完了，我想说多扔他几发，我第一发就扔中了，我知道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之后不玩了。我扔中了就直接砍好了，然后多跟他玩几发。想说多跟他玩几个彩带的，哎，爱玩。黄色瓶子丢中会有效果啊。会炸开，没有效果。黄色瓶子就加速用了，所以。哎、欸，他大跑。哇！
他这个直直跑哎、欸，哇，直直跑我认不到他哎、欸。OK。哦，感谢冷笑文买了一个哈土奇，现在把它做成完全体，感谢感谢。好，我们去补血那边吧。啊！不要那么贪玩了，丢中就砍，丢中就砍，然后瞄准一点就好。丢个一品加速好。你看，丢中它还没有效果，黄色其实是没有效果的。放鞭炮喽！鬼杀队要下去喽！你们遇到上旋了，啵啵。大跑，我们可以假装追他，有没有？身上来个回马枪。哎、欸，好。OK。好在啦，小丑在这次 PTB 更新过后没有动到他的一刀品。哎、欸，地道找到了。哎、欸，这算是还蛮值得庆幸的一件事。哎、欸，他又偷偷开了一台发电机啊！现在 DPD 真的有 bug 啊！这个 bug 在 PTB 也还在、欸，超智障的，超白痴的，怎么还在啊？我在 PTB 有经历过同样的事。哦、oh, ，watermelon， 安安。哎、欸，他补了一下哦。哎、欸，我丢中他了。有伸出一个彩带。什么 bug？ 就是倒数第二台发电机修开不会有提示声。欸、这是有点奇怪的吧？像他们现在就偷偷摸摸摸掉一台，剩下一台。最近也是无声就亮了，对，那应该真的是 bug。以前一直叮叮叮，现在不会叮了，真的。哇，修开了。没硬修啊！没关系，我们打个中局吧，看有没有用，看能不能放倒他们。哎，他这个牛！对，在开门了。我们去用我们的瓶子打断它，可以打断开门。好，他跑掉了，这样也行。他开门，哇，另外一个没有开。哇，小丑还是抵挡不住速修哎，带了一刀也没用。我感觉我抓蛮顺的 啊，修一修就修开了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那我们就挂一挂吧。哎、欸，他人呢？他人在这。保险起见，我们把人家赶出去好了。对，把他先赶出去好了。
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给他点机会，看他会不会想要救人之类的，对不对？给他点机会，还能打还能打，这位死掉了啊！如果他真的去救，我们有机会双杀。对，他来救，他来救，我们用瓶子断他。没断到，还没有时间。哎，赚喽！OK， 哎、欸，逆转了，意外，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没带时间，时间不是标配吗？哎呦，接近全控哎、欸，不愧是快月底了哈，月底了大家的 rank 都上来了，不要再敲了，吵死了。哦，这边有点犹豫，要不要开能力砍他？What？ 这是什么分身术？我想说我炮刀嘞，因为我后来发现跑妹跑另外一个方向，结果有个人白给了一刀。